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所谓道成肉身，就是身在肉身显现，身以肉身的形象来做工，才受是道成肉身，首先无比是肉身，是具有正常人性的肉身，这是最起码该具备的。神所道成肉身的含义，就是在肉身中做工生活的神，神的实质成了肉身，成了肉身，成了人。人心做工不是人心，但这个神性实在人性掩盖之下的神性，其实只是完全的神性做工，并非人性在做工，但做工是这个肉身，可以说是人也是神，因为神成了活在肉身中，活在肉身中的神，有人的外壳，有人的实质，更有神的实质，正因为他是有神的实质的，有神实质的一个人，所以他高于任何受造的人类，任何可以做神工作的人。这小信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解开，叫他走。
有他是道成肉身的神。在地的身子。